哎，我怪兽一个人在这里玩投球，真的是好无聊呀。就懂，小怪兽，就让我奥特曼陪你玩一玩吧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把球球拿下来，给你两个球，给我两个球，咱们来一场投球比赛吧。如果你赢了，我怪兽就把这个西瓜棒棒糖给你吃。没问题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奥特曼就把这个草莓雪糕给你吃。怪兽大哥，我小鬼僵尸来给你加油了，你一定会赢的。奥特曼哥哥，我小猪佩奇来给你加油了，你一定会赢的。我怪兽现在要开始投球了，我投。哎呀，怎么没投中呀？该我奥特曼来投球了，我投。哎呀，我也没有投中。我怪兽还有一个球呢，我投。完了，我又没投中。我奥特曼还有一个球呢，我投。哇，我真的投中100分了。哦，奥特曼哥哥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啊，怪兽大哥。